做好你的男配角，二你就连茄哩啡都冇得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len 啊。那我在这部的 Trip Free 里面呢，是饰演一个 crew。那这个 crew 呢，你要讲他怪，他又不怪了，他其实是很正常的。而且呢，我这个角色还有这部戏呢，你们真的是要用脑去思考，慢慢的去看，慢慢的去观察，因为里面有很多亮点，让你们去发掘，就活动你们的脑啦。喂，我是文静，咁我喺呢部戏咧系饰演一个监制嘅。我认为我喺里边咧系一个好无能啦。很冇用的監製嚟嘅，因為咧，身為一個監製咧，我俾一個唔知咩鬼嘅導演鬧到只狗咁，就冇得反駁嘅。至於演這部戲嘅時候，當我接到我要演這個角色嘅時候，我失眠了三天，看到嘛，那個眼圈越來越深了啊！就是因為啦，這個角色很 kick 一下，但係又不覺得他 kick 哦。總之我自己也不懂我在講什麼啦，因為我還沒有出來啊。呢出戲好奇怪，冇劇本喎。嗱。就我哋都聽講過，有啲導演係咁嘅，就唔寫嘢嘅，或者去到現場先至爆啦，有咩講咩啦。咁都好嘅，我覺得起碼你慳咗一個要背劇本嘅過程咯。唔好嘅就係有啲驚咯，因為你到你拍攝 roll 機嗰一刻都唔知道自己要做咩。所以咧，真的是要靠你們去看，要你們去思考。記得留意我哋部電影《The Trip Free》嘅上映。follow 我们底频道的全部的 official page， 还有我们所有演员的 page。That's all。有咩喺 comment 嗰度见啦。Bye。Over budget 你都敢讲？你系监制，使唔使我教你点做啊？